下面演练悟式太极实战大法。实战大法是现有师祖从学于杨露禅样板后，有传王毛在吴建全，有传修培群老师传我第一种传统的实战用法。它的特点是注重实战。太极拳是一种武术。 既有健身的一面，又有防身积极的一面，这个移动一静都要这个练上，动静兼备。下边开始演练。第一式，起势大法。当对方抓握手的时候，啊。 一抓手，我叫起来放出去。攻击有三种，他一拧我手，我这样发，把这个手往上一拧，拧到上边，这是三种起势大法。也就是说，对方。 握你，拧你，大拧你，这都是起势。当然，这个起势还有好多用法，比方说咱们这个孔圣人叫孔夫子，说见了面以后，恭喜恭喜，那么这都是起势的大法。说对方一抓我啊，三拱手，胡子三拱手，啊，或者是对方一抓我啊，我摆腹式。 啊，这都属于起势当中的，大法。除此之外，起势当中还有好多大法。咱们为了时间关系先，最基本的式子咱把它说了三种。下边接着往下说解脱法啊，抓住了以后如何解脱？好，对方抓住了我的手。 啊，解脱的时候不，这样翻，啊，往这面是这样翻，对，单手抓，这样翻，还是这样抓，啊，手指头找他鼻子，一找鼻子，拿住，啊，用那只手抓。 别的拳里头是这样，在太极拳里绝不能这样用。这叫一二三，慢了。在太极拳里头要造一，你看一，这个一就是我的食指手指找他鼻子，他一抓，拿住，还住，啊，他一抓换，哎，正好找他鼻子，啊，再换一换角度，对。 这样抓住，啊，如何解脱呢？这个手怎么一转？啊，还是这个角度，这么一转？啊，这叫纳劲儿解脱法，用太极劲儿来解脱的啊。只要是他这一抓的话，他要是往后拉我，拉我往前去打他手指头，他往后推我，推我往后一转，啊。 这才体现出太极四两拨千斤的实战用法。这样啊，形成这一个角度，马上立肘。也就是说，当他抓住的时候，最简单的方法，自己的手指头，找自己的鼻子，一找鼻子，放出去了。这就是要领啊。所以说，你看他一抓鼻子就出去了。说他用这个手抓。 我这个手指头找他的鼻子，你看，这就是基本要领。所以说掌握了以后，就非常省劲儿，也就处处符合力点方向角度力点了啊。这就是整个趋势。好，练习太极拳蓝雀尾的实战大法，对方。
挤我的时候，我走缺百位啊，来劝来劝，这就是缺百位啊，来劝缺百位啊。我打他，如果他要是搏架的话，缺七位，缺七位。我要打他，他往下压的话，一压缺落位。再一个，他要是我打他，他要是一搏架，我可以走蓝缺位。有了吧？缺七位，缺落位，蓝缺位，缺白位。除此之外，彭丽剑他击我来击，只是燕一击，一驴一彭，一驴一击啊，对，换过来说对方。